Hello，喂，我说 Apple，什么？你昨天不是讲给我买2片 CD 吗？然后然后我就想说，你要怎不要么样？然后多买一点点？因为其实，在台湾那边哦，我也是收到一点消息，就是CD 就是没有讲卖了，到，我不跟他讲了。反正就是 CD 没有卖很好啦哦。可以，你讲一点是多少？你要帮我拿几张哦？你的 limit 是几张先？帮我出大概不要多啦，大概100到200张，我就觉得很过。100到200张，嗯。好咯，你问了张富龙咯，我们两个一起买咯，真的啊，不然讲咯，你哦，我跟你讲，连那个叫喜葵的赵洁莹哦，我刚刚就去找他，你懂吗？他是真的 steady 到哦，给我买150张哎，才150张，那我就买200，真的咩？真的，不要玩呢，真的吗？认真啊，不然讲哦，哎，你懂一片多少钱不便宜，你懂啊？这样讲哦，你都开口要帮忙，我们一定要帮忙的吗？我买了过，你来我家唱一场 show 给我看哦。可以耶，可以耶。你有叫做货吗？我跟你讲，台湾就是讲他可以把那个货调回来，大家都要叫我卖掉。我跟你讲，你觉得阿敏有可能帮我买吗？阿明，你可以打去问他，可能他一开口要300嘞。Who know？这样赵晶出这个怕什么出2000张，你愿意吗？这样我就不要买了，我为问他什三百，么？我就不我买明明了。跟你比较好啊！你太过分了，郑洁玉。我们要考验一下你对朋友到底是有多好，这也是卖我我有有信信仰仰呐、啊！呐、啊！可是我讲真的，我是打从心底感动到一个不可以。你那2张我 free 给你。我买，我亲自按钱买。哇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下次我打电话真给你，你也要马上帮我的，哦。真的很棒！哎，他讲到200张，放去哪里？你家很大。